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our Studio， 我是阿天 kouku， 今天要为各位再来一点 Attack of the B-Team。嘿，没错，好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这边做出了一点还蛮特别的家具。那这一集我们应该会继续朝家具的方面发展。对，没错。那这边我稍微用原木把它弄起来，感觉面墙的感觉，然后可以开窗、关窗这样子。 默默发现我们家好像有点暗哦，我们先把时间给设成0，对，我们把它调成早上。那这火把我们到时候再来做补充。这边其实有点瑕疵哦，这个可能会掉下去，不过没关系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些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做一点厨房里面会有的东西好了。那到时候我这个冰箱往厨房里面搬，对，那厨房我打算做在这附近。 这水龙头我有考虑要让它，转个向，对，那，我们先做厨房里面的东西。我们今天要来做的这个东西是炉子，对，好像可以做一个很像烤炉的东西 ，oven，O-V-E-N， 对，那它可以外面一圈铁砖，中间一个熔炉，好像可以做出，它好像不用消耗任何的煤炭，对，铁砖。 跟熔炉，我好像有在这里，对 ，oven 呀、yeah, 出来了哈。那这个东西就放在面向哪里好啊？面向这里好了，我们就一个东西放，这样它应该就会对。嘿，我们可以这边烧9样东西耶，其实还蛮多的，我们拿点东西来烧烧看好了。 像是食物类应该很难多可以烧的吧？没，不是没，烧什么好？烧，我身上有鹅卵石，给它来烧个石头好了。烧个石头，意思一下。这有在烧吗？嗯，奇怪，是要放满9个才会烧吗？ 没有啊，还是要有抽油烟机才能烧啊。好，那因为这其实模组还蛮可爱，它有一个抽油烟机叫做 oven overhead， 就是它的抽油烟机4个铁锭跟1个荧光石。好，那我们这边4个铁锭是吧？铁锭跟1颗荧光石是吧？铁锭荧光石，这个我刚刚发现这个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 metal propellers， 这该不会是类似吹风机的东西吧？电风扇的东西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做这个，是直接放上。对啊，不要告诉别人这是我做的，对不起，我错了啊，敲掉就没了。啊？为什么敲掉就没了？喂，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下雨？好吵哦！这样。 Clear 啊！等下为什么敲掉就没了？喂，我们放给它1格宽好了啦，对，1格宽。我们这边上面先给它，这边不是啊，再上去1个，对。那我们抽油烟机就放这儿，好。 只要一点高度，对我再把后面这个 P 掉就可以了。默默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飞上去。好，我刚刚用手敲的关系吧。好，这边应该是可以烧了吧？鹅卵石要放满才能烧啊。它居然不会开始烧哎！哦，有 bug， 我以为它很乖。还是我应该要倒点什么东西进去？好。一次可以烧9样哎，不过我觉得就算了吧，就让他去吧，哈哈，我没办法、啊，他不让我用。好，我们再来厨房还可以放什么、啊？我们厨房可以放的东西好像也没有很多，我倒觉得这个抽油烟机可以来个2、3个啦。对，我们先来做一下，对我打算这边弄成厕所，对。 厕所的话，我们这边呢，可以做个 toilet， 对，我们可以做这个上厕所用的马桶。差点忘记它叫什么。我们这边已经有准备好我们的这个石英了吧？对，石英砖。那我们可以按钮好像也做了，对。那我们做一个马桶出来，马桶应该是这样子，配一个按钮啊，马桶。 还有上面马桶柜，马桶柜是一圈石英砖，上面放一个储物箱。哦，石英砖其实没有准备很多，所以快用完了。好，先喷出来。我要先做一个这个储物箱，再做一圈石英砖。OK， 好，那这两个东西做好之后，我就可以飞不起来。好，这边就可以做一个马桶啦。 对，那开门进来之后，基本上应该有洗手台吧？洗手，我觉得这边好像有点危险，不过没关系，这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它补起来就可以了。诶，这个感觉有点多余啊、哦，这一颗，再把这颗敲掉，感觉视觉上就是不太对劲。进来，我觉得马桶放在里面好了。嘿，它好像可以冲。 可以放屁，然后这好像可以放在它的上面，对，应该是可以，哦，不是放在它的上面啦，是可以放在它的附近，然后我先叠两个这个红木，叠两个，然后叠一个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，它可以放9格。 对，那它也是一个盖子的概念，不是盖子啦，这叫什么？储物柜的概念。那上厕所的时候可以看里面有什么，那个卫生纸、厕纸，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样我敲掉的时候它还在吗？它会喷掉，不行，这个要在，可能要一个硬的东西顶着它。好，马桶也做好了，马桶做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来可以做。 哦，还有洗手台跟壁橱啦，哦，我忘了准备这两个东西。哇，这是洗手台吗？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不是这个，还有洗手台跟壁橱哦。这个，对，那这样子好了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去准备一下这个。 石英，对我石英好像采太少了，我再去一趟地狱，弄一点石英回来。对我动作快一点，好，等下马上回来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马上准备了一点石英之后，马上回来了。那我们这边准备了23颗，应该是足够做我们的卫浴设备。对，然后卫浴设备是一套的，那不错。 我们这边先做个洗手台好了，洗手台要2个按钮，哎，是石头，2颗按钮，然后1颗铁锭，剩下只是放石英。哦，对，这就是我们的洗手台。洗手台应该是要在进来的左侧吧。 You need to have a water source under the block. 好，那看来这个东西的设计应该是跟我们的水龙头一样，我们可能还要再去改变一下它下面的一个东西，才可以让它有水。好，不过这也没关系，不用紧张，这个花点时间做，应该就做出来，让它可以冲水啦。对，冲水。那壁橱好像还有壁橱，就是放一些洗发精、洗发乳的地方。对，差点忘记那个是什么。 哎、欸，我还有没有木头？不够，我用原木做一下啊。储物箱放这边，然后石英砖放一圈。哎、欸，啊不就一样？壁橱跟那个洗手台的意思不是一样吗？哦，对，这是一样的东西。那我们先不要做好了，有点太浪费了，因为我刚看一看，发现说，哎、欸。 根本完全一模一样啊！我看一下，应该可以做浴缸，好像有浴缸，浴缸是这个吧 ？Base， 嗯，我怎么不会？哦，按钮跟哦一个按钮，按钮我没有石头，我好像没有石头，真的，烧颗石头给我好吗？做一颗石头，鹅卵石，这边还有很多个，我要一颗石头，然后。 按钮放在左边，然后石英放个碗的样子，这应该就是浴缸的概念吧？浴缸应该放在厕所附近吧？它是一格哦。哎呦，放出去了！等等，我应该是不是要用继续敲它？它会不会不见了？它不见我就爆气哦。 不见了，掉下去了吗？那是鸡，不见了，不能乱放，不能乱放，等等，它会不见，不要浪费我的东西，不要浪费，不，我可爱的石英，花时间去采的。 是不是要用镐子去敲啊？我刚刚这样放，它往后躺，所以我应该要这样放，让它往一边躺。我这边想要铺一点，就是很像丛林的感觉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边先放，我觉得先放在一个还不错的位置。一样哦，它还需要一点卫浴的设备。 好，刚刚有提到丛林，是因为我这边有看它的模组是说，我先把火把插起来，这边有点暗，就是它可以做一个很像森林，这怎么说啊？这怎么讲？我做给你们看就知道了。这也是在这个模组中一个很酷的东西 ，OAK。 Hedge， 我想要试试看把这面墙换成这个。对，我们刚刚没有时间换啊，我们直接换吧。虽然我不知道效果如何啦，希望不错哈。对，有没有一种丛林的概念？哎，我觉得这一片换成丛林也不错哈。还是再推出去，然后，哎，然后这一片也都把它铺起来，从一种。 在打雷吗？该不会有龙卷风吧？这个我应该是要用剪刀吧？不要，掉下去了，浪费了我一点东西。好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先把这一面先给劈掉。先把这一面给劈掉之后，我就知道怎么做了。往外推一格之后，就可以做我们的对丛林，还需要再外推一格哦，比较有那种 feel 哦，感觉啦。我们用，其实用这两个没有差别哦，对，用半砖是比较木的是比较深一点点啦。 好，这一层就是给它铺这个我们刚刚要做的这个树叶林吗？我看一下它的解释是叫什么，稍等我一下，我来找找看。树篱啦，啊，树篱啦，这样子有35片，其实应该是不太够哦。 也不用很多啊，就是一种感觉而已。它跟栅栏很像啊，感觉树篱。栅栏是应该往后一格。我觉得这窗户开在这里，超没有 feel 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决定要把它砍掉，等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先把它砍掉。 我受不了，有点不太舒服。它在这里看不到东西，各位知道它后面是没有东西的，我还不如把它先围起来。对，我还不如开在这里，开在这里我还可以看看外面。谁设计的？这审美观真的是差到一个境界啊！其实不太够，我觉得开在哪里好？对，我现在掉到鱼缸里面来了。四个，我把它开在，开在这里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这马桶可不可以再往后一格啊？等一下。 我想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放在树叶上。哎，动错了。这个石英类的东西要拆，应该是要用镐子。我去拿一下镐子。我不应该用手敲了，我以为它可以啊。就是我的镐子在这里。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对我用这个。 敲一下，对，这样就起来了。我想试试看，如果把马桶放在这里，不对，放错了。我好像放错了，要再前进一格。对不起，我在构想它的。 样子长什么样子？这上面可不可以放这个？哎，按错了。哎，不是。嘿，不行，好可惜哦，它只能用木板。好吧，那我还是将就点用个木板吧。这样有点丑，不是有点，是蛮丑的。对，然后这样让它围进来。 其实我都可以剪掉换成这个，但是我们的红木不能做这个树叶林哦，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做。是闪电吗？这个4个这个百叶窗，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啦，就是还不错哦。 我只是自己说而已啦，对我还缺一点树叶。天哪，我感觉越被我弄越弄越奇怪。我觉得我应该花点时间来设计一下这个树叶。我觉得这树叶拿来当一个围墙还不错哈，有那种 feel， 比较有那种 feel， 比那个栅栏好多了。对，好多了。好，那我再来要做什么？我树叶要再去采集一点，把它围起来好了。 还有什么好？我们可以做电视，对，我们这次要做电视。项目有一圈，中间玻璃片，下面红石玻璃，我要先做成玻璃片。对，红石我应该很多。对，这边拿一点起来就可以了，应该是。 没什么问题，玻璃片、红石，然后我们需要一圈的什么？原木，这里。好，我们做好电视，把它吸起来。电视可不可以放在这里？可以哎。有了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看电视啊。可是电视真的是有点小哎，是不是应该多做几个啊？ 可是我的项目原木不够多，只有才几个而已，哇，有点小可惜。但不光可惜，而且我觉得床现在有点定位，床应该放边边。床现在可以放边边一点。这个 lamp 会不会被我敲破啊？ 我用手敲一敲好了，手敲一敲什么？哦，还在，好险！我的嘎仔，还在。这是那个柜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把一个东西先放好。好，这个柜子也是在这里的。哦，按错了，对，放上去，它可以点亮。现在是早上，没什么差别，还是把它先放好好了，这样比较。多做几个电视应该会好看比较多啊！大家一起看电视，还可以换台。好，关起来。好，电视做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做电脑。对，我们想起来，我们可以打电脑。铁砖、玻璃片、红石，对。铁砖，我们这边有啊，都有准备。红石、玻璃片。我们做个 computer。 computer， 完蛋了 ，computer 要放哪？我觉得是这样子啦。这个，可是放在这里很奇怪、欸。边打电脑边看电视，这样会不会太窄？哎呦，还可以买经验瓶，买原木，橡木原木，要多少钱？哦，铁定5个可以买啊。 哦，哎呀，也可以交易耶！生成村民，生成马，生成狼，生成鸡，哎，不开玩笑哎，其实还蛮有用的。30个可以换地狱之星、附魔台，有没有？哎，哈哈，橡木原木，我们刚刚可以做很多电视哎，这样不就是哎，这样刚刚好哎，真的刚刚好，我没有开玩笑，刚刚好，因为你看哦，我这边。 不好意思啊，赶紧换一组橡木原木，好咪。诶，5个是吧？我给你，1、2、3、4。嘿嘿，它真的会凸出来给我，哎，好可爱哦！电脑可以用哎，帅。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 我们做多一点电视哦，我们要做个电视墙哦。1、2、3、4，还缺4个，我身上还有一个，还缺3个。2、3，也太白痴了吧！还这里直接换东西耶，不错。有没有？坐在这里可以看9台电视。 然后坐在这个位置可以打电脑，哈，这个设计真的是神一般的设计啊！我的天啊，谁想得出来啊 ？Oh my god！ 那我这边先把这个移到厨房去好了，总觉得冰箱离这个我们的座位太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把它稍微移个位。哎，哦对，里面还要放我这边要准备一点小东西，对，可以给大家。 哎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放着，我们先去把它捡。哎，不要卡我。这个，对，那上次我们没有做完实验，我们上次只有准备几样东西哈。这边我们想要放炉台，我冰箱先放这一侧好了。对，那我们这边放完之后，我们上次没有做的是腐肉，对，它是其实是可以把腐肉变成，赶快偷看小抄，变成什么？它快出来了，我都还没翻到。 啊，变成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变成肉啦，这可以直接吃，这就可以直接吃了。Frost Beef， 这是结冻的肉块，应该是可以直接吃。对，那我这边水桶上次做过了，那我们这边放一桶岩浆，对，我们看它可以变成什么。岩浆也是我准备好的。那我还可以放什么？毒马铃薯，我这边暂时是找不到。 对，那水桶我们上次试过了，那我们这次可以放岩浆，岩浆可以出来黑曜石，不错。好，对我们冰箱也算是小有成就，不错，大家都越来越厉害了，这个家越来越有这个家的味道了。好，对我们这集也做了蛮多东西，我们这集做了一点浴室，去把这些多采一点这种树叶来把它铺起来，应该比较蛮漂亮的。对，那。 这个水龙头，我们再找个时间转个向。那下面的水源系统，我再把它做起来。对，那下一次应该就会变得比较漂亮。对，看一下厨房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做好了，不然厨房显得好像有点单调、乏味、无趣。对，嗯，看一下，厨房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东西了。好吧，看来我太高估厨房了。我觉得多做几个这个可以烧的东西好了。Oven， 铁砖配熔炉，哎，其实有点伤哎，这消耗的东西很多哎。好啦，为了让它。 有点伙伴，我们就忍心再给他一点机，一个伙伴吧。伙伴也需要投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做都做，没关系。1、2、3、4，荧光石也快用完了，都做没关系，都可以做。 都先铺，然后再放好。那这边应该是 OK 啦。我们下一次再把这边围墙栅栏改成那个我们的。所以它到底为什么不会烧啊？是我要点它吗？嘿，所以它为什么不会烧？好啦，没关系。 我们下一次再来把这个地方弄得更漂亮，一次慢慢来，再把这个水龙头看是往后移，挪到一个台子下啦。我觉得想要把它挪到一个，然后我不想要让它有一格这样子，有点丑。然后把它挪到这边来，然后把这个树叶围栏把它用改成树叶的屏障。我慢慢的发现啊，我家现在越来越大了，不小心穿过远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其实我家是。 平面中有点大的地方。好啦，那这集 Attack B-Team 差不多就在这边告一段落。对，我觉得今天最新奇、最好玩的是这个，可以买东西，我觉得很酷。对，还可以买附魔台。对，好啦，那这集 Attack B-Team 差不多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点个喜欢，还有订阅。那我们下一集 Attack B-Team 再见喽！我会稍微整理一下之后，下一次再找东西来做。 好，谢谢大家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，拜拜。